小灰灰，这就是我家了，我带你去我家玩。小黑蛋哥哥，你家好大好漂亮啊。小灰灰弟弟，不用跟我客气，走，我带你去见见我老爸，他人可好了。老爸老爸，这是我的新朋友小灰灰，我带他来我们家玩。你好啊小灰灰，我跟你爸爸灰太狼可是老朋友了，今天他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啊？叔叔，你怎么认识我的爸爸呀？哈哈哈，我们可是老朋友了，当年我们还一起抓过蛋呢。对呀小灰灰，我怎么没见过你的爸爸？你的爸爸去哪儿了？我的爸爸他被关在笼子里了。什么？快跟我说了什么情况？那天我的爸爸出去抓小羊，就再也没回来过了。终于发现小羊了，抓到你，我们家小灰灰就不用饿肚子了。美味的小羊，我来喽！哈哈，抓到你了！哇，还送我个鸡腿呢！小羊，你也太好了吧！灰太狼，你想吃鸡腿吗？想啊！那我就请你吃。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！灰太狼，这次你再也回不去了。回来的。老爸老爸，小灰灰好可怜啊，你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他爸爸呀？没想到灰太狼被抓起来了，这件事交给我了，你们俩在家玩，别乱跑啊。老爸你真仗义，走小灰灰，我们去坐跷跷板去。小黑蛋哥哥，你爸爸真的能把我爸爸救出来吗？放心吧小灰灰，关你爸那地儿我爸也总去，他老熟了，肯定能救出来。大灰狼，就按我说的计划做，没问题吧？放心吧老大，没问题。好，趁他们都在睡觉，我们赶紧行动。大哥，咱们动静小点，可别把他们吵醒了都。知道了，灰太狼，灰太狼，我们来救你了，灰太狼，快别睡了，快起来。哎呀，谁打扰我睡觉啊？嗯，怎么是你啊，大哥？你也被抓进来了？你小子少废话，我是来救你的，快出来。大哥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大灰狼，你见机行事，该走就走哈。我跟灰太狼先撤了。放心吧，大哥，你们快走吧。大灰狼会隐身术，到时候让他偷偷溜就可以了。大哥，你怎么知道我被关在这儿啊？你那宝贝儿子说你被关在笼子里了，我一猜你准是被保安蛋给抓了。我儿子，老大，小灰灰他现在在哪儿呀？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。小灰灰，你看看这是谁？小灰灰，爸爸回来了。爸爸，爸爸，你真的回来了。但老大叔叔，谢谢你救我爸爸。小意思，以后我们两对父子就在一起玩吧。